操，谁给你拍个照片吗？刚是不是你啊？刚刚也是你。刚我拍过吗？我刚你喊我了，你这是要发哪啊？我给你看一下啊，那说明你有吸引力啊。行，我们来这边吧。每天都发给我。啊，看我镜头，看我镜头，非常好。我这边有录视频，这就好了。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行。怎么称呼你？嗯，赵，姓赵。赵小姐，我叫徐旭东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走吧。你照片了是吧？可以，可以。嗨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可以给你拍照片吗？一分钟，我可以就在这里。完了，照片会还给我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我们到对面吧，对面人少一点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看我镜头啊。但是我不太会摆哦。就是、啊，我教你，你就45度看着我，身体45度，对，看我镜头，非常好。好，谢谢。我这边有录视频，我可以把刚刚的拍摄过程传到我的社交媒体吗？现在才说吗？拍之前应该说哎。不是啊，那现在你不同意也可以啊，同意吗？啊，所以我的照片就是没有了，是吗？就是我必须要同意你这个。对对对，不，你不同意的话我就删掉照片，对吧？对。都可以吧，你发吧。好的，怎么称呼你？好，我姓李。李小姐，我叫徐旭东。好好好，你好。好的，拜拜。好的，好。你需要照片是吧？对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